官方频道上传了团综节目第一集。节目中成员们分成三组挑战任务，其中一个环节是要猜出恐怖箱内的东西。而就在换 Sana 要猜时，其他队伍的成员在旁边拼命大呼：“超讨厌那个，好可怕！”同队成员也默默远离。没想到 Sana 不但完全没受影响，甚至毫不犹豫就直接抓着恐怖箱中的海参，最后也在队友提示中顺利完成任务，让粉丝们看了纷纷大赞 Sana 好有气魄啊，真的超勇敢。